女星成都林志琴演出陆剧《长月烬明》，深受众多剧迷喜爱。近日，成都林出席北京国际电影节红毯，身穿一袭低胸长白礼服。然而，有眼尖网友发现，成都林胸前的缝线竟然裂开，线头相当明显，因此质疑她的礼服品质不佳，在网上掀起热烈讨论。不过，有粉丝挖出礼服的原图，礼服胸前的深 V 原本应该是开到经肚脐的位置，认为成都林可能是为了不想太暴露，造型师才将深 V 往上缝起来，线头应该是缝起来的痕迹，不是裂开。而由于他演出的《长月烬明》正在热播中，有部分人认为有可能是男女主角罗云熙、白鹿的粉丝刻意抹黑成都林，恶意造谣。另外，也有人表示成都林可能是自导自演，制造话题等热搜。